各位同修，各位大德，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啊，当生成就殊胜之法门。昨天曾经介绍过三种法门。讲戒律修行难成就，也大概讲过了，也讲过禅修禅定难成就这种种的过程，也大概为大家介绍密宗。也讲过，昨天就是讲到修密宗，想要成就，比前面两个法门更加难。所以，我们要了解修行选择法门很重要。修密宗之者，想要修行到有功夫，你一定要按部就班来学。没有，我们就白白的错过今生。修密宗是真的上上根之人。假如不是上上根之人，是非常难成就。密宗不是普通人能够修，我昨天也大概讲解给大家，今天再补充一点。修密宗就要在那个五浊恶世，在那个贪嗔痴那里下手。就说，他可以在财色名食睡，但是他不污染这个财色名食睡。拿个简单的比喻，就好像说，我们拿一张白布，正下这个大栏杆，这块布正下去栏杆。拿起来还是保持清洁，没有受到一点污染。你有没有这样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功夫？一张白布放在颜色染料里面，它不受影响。修密宗就好像这样道理。我们的心在这个五浊恶世。但是，在这个财色名食睡里面修，你不受这个财色名食睡的污染，你修行的成就就有指望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他们修这个贪嗔痴。贪嗔痴不会障碍他，我们凡夫没有这样的功夫，做不到。所以说这个法门本来是非常殊胜之法门，我昨天也曾经提到，我们想要成佛，到最后还是要修密宗。你不修密宗，你不能够成佛。以我们净土宗来说，我们今生没有办法修，这是最后的一个课程。所以说，主大德教我们念佛
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修最后那个法门。说普贤菩萨，他就是密宗的祖师。普贤菩萨在哪里？普贤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不修普贤行，难得成佛。说我们一定要修普贤行。说普贤菩萨是密宗祖师，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我们修净土不用这样急，先把佛号念好，发愿到往生西方极世界，然后才慢慢修，也来不及啊。假如在我们这世间，假如今生不能够成就，就非常之危险。修密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说只有两条路，一就是自戒成佛上做佛，二就是说今生你修密宗不能成就，第二就自戒下地狱，没有这半路。除非你有定力，就好像我昨天所讲，你的中阴身出来了，你自己能够做得了主，你要投胎去哪里？假如你没有这样定力，你修密宗最后就是不上就下，就说你不能不上你就下。说对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大家要了解。到最后啊，就是净土法门。说佛的佛法在这个世间，昨天曾经讲过，正法一千年持戒成就，末法一千年禅定成就。说相法时候是禅定成就，末法就净土成就。这句话师尊在于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大众，他说末法一一人修行，汉译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现在我们已经处在末法时期，佛法从释迦牟尼佛时代传到我们现在，这已经是3028年。我照着西行老和尚的年谱的记载，就是说现在是第二千年的末法开始，佛法在世间还有9000年。所以说末法时期你想要修其他法门想成就非常之难，因为现在的时代真所谓说一代不如一代。在宋朝明朝的时候还有人能够修行成就，是吧？可能在今天这个末法时期，我不敢这样说，我们都晓得现在所谓的是简洁，简洁的时候的佛法一代不如一代。佛陀的时代正法时代，再来相法时代，最后就末法时代。我们就以中国的佛法来说，在隋唐时代很多人有修有证，到了宋朝明朝的时代就少了，就更加少想成就的，到了清朝就更加少，一直到现在民国的时代，有几个修行正道呢？说现在还好，有人讲经，有人讲戒，有人修行念佛，还有机会。再过多10年20年100年后的佛法
又不如现在了。以后如果转世再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再闻到修行，闻到佛法再修行呢？假如我们今生跑不了，就跟着去受轮回之苦。所以佛早就说，末法时期啊，一人修行啊，汉译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说现在正是末法时代，说我不得不说这样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然后就持戒念佛，求生西方。或许有人会认为只修净土就可以，只要修净土不持戒，临命终时，你的冤家债主找到你的时候啊，你就跑不了。所以说我们修行戒律很重要。我提醒大家，持戒念佛是最稳当。你假如只念佛不持戒，你的业障现前，你的债主来找你，你就随他转。所以我奉劝你们要守持境界，将这持戒功德回向西方，将来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稳当一点。所以说我们学佛一定要知道怎样修。我再来讲，学其他法门就好像蚂蚁爬上山高山一样，要爬得很慢。念佛往生就好像帆船啊，顺水而行就快。帆船你遇到风，随顺那个风向，你这个船就飞得很快。修净土就好像这样道理，大家要明白。我们祖师大德佛祖一路劝修，劝我们要修净土法门。我们今生难得这样的因缘，能够遇到这个殊胜的法门，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同修不要辜负佛的慈悲，而不见不闻当作没有一回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佛这样说，我们要拿起我们真心，好好将佛号念好，见到闻到这样殊胜法门，发愿念佛求生西方。这是一切古大德所提议，在我这样多年来也一路在提议我们要多一点念佛。念佛法门是最稳当，就是说横处三界，修其他法门是直处你就很辛苦，打横处就横超三界你就容易。这个净土法门也可以说是当生成佛的法门。我今天来介绍给大家，我本身以前在研究很多个法门，到最后我只有选择念佛，其他的法门我已经放下。我当初学佛也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不甘心，初初我就学静坐，
很有兴趣，到最后也放下。我后来遇到一位老法师，我曾经去问他，我说在这个末法时期，你认为修什么法门最直接稳当？说老法师他也没有直接答我，他说你想一下，你认为修什么法门最稳当呢？我想来想去，最后我答他，我说除了这个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外是最稳当，我想没有其他。他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已经念了50年了，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50年。后来刚当初听他说，我还不死心，我还要去搞其他的，还不甘愿。后来到最后啊，做个决定，还是听老法师讲。那时我遇到第一位我的善知识，他介绍我，然后我就研究看净土的经典注解，将净土三经帮他看完，了解这个念佛法门，然后就看到净土圣贤录。我看净土圣贤录看到很多往生，每一个朝代在家出家往生的例子非常高，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往生。后来我再做一个比较，修禅宗成就有多少个，做个比例就相差太远了。后来再看持戒成就又有多少个，又很少，一路做比较，看在家经社有些念3年5年就一支持至往生，反而是其他法门很少有这样的境界。后来我就考虑详细再研究，就下结晶，将以前所学的法门全部放下，重新修净土。然后我就依住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修。这样我死心吗？还不死心，还是不甘愿，还想要其他的。所以说我就在哪里发觉到，在我看《观无量寿经》的时候，看到最后九品往生，第15关、第16关，凡是从中品下生乃至到下品下生者，这4品往生之人临命终时啊，要益善知识来教他。从中品中生以上一直到上上品，不需要善知识，他们修行自戒往生，自戒成就。凡是从中品下生开始，这4品就要善知识，就要人来助他。假如我们修行不能够证到一心不乱，也不能够证到一知十智，临命终时也没有一的善知识在旁边协助我们，我们真的很危险。好了，就看了这一段，我详细考虑清楚，我就发起这个临终助念，凡是有人要往生要临终来找我，我就用这种方法做试验，看一下他们念佛能不能够往生。我要看他们往生生，假如真的能够去，我就相信。我就这样发了这个愿，过了不久真的有人病啊很严重。首先第一个
当时我是第一次看，我的心本来是做实验，看一下这个念净土法门念佛真的是不是能够往生西方。好了，有一个老菩萨老伯，他也是没有学佛，第一个我临终助念第一个往生，他的例子是大概是这样。他还没有来找我之前，他的亲属这个老伯就每天都看到很多孤魂野鬼，已经来了，初初只是在门口跑来跑去，看到很多那些孤魂野鬼，他就和他的孩子讲，他还不知道是鬼哦，每天到晚上七八九点就来了很多，每天晚上说，他和他儿子说，为什么我们门口这样多人跑来跑去很热闹，他儿子就跑出大门口看，没有啊，啊很多印度人马来人华人很多跑来跑去满街跑，他儿子这不对路，可能我父亲见到鬼了，就很怕，然后就找朋友，刚刚我有一个信徒，他是认识我，他知道我说，就说不如我介绍一个师傅给你啊，看他有没有办法。他讲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办法都要有办法了咯，他就来找我。后来初初就是在门口看到，其中有一两个就跑进屋，就说那个顾问也进来了，有些找上来。这样他来找我，他儿子他也是没不是学不是学佛的佛教徒，他是没有办法啊，另外一个信徒介绍，我就去看他，我和他帮他做三皈依，帮他开示种种解释给他听，讲这果报，你不修行不念佛求生西方你就很危险，我又不要讲给他听说你已经见到鬼了，因为看凡是一个人病重见到这样的情形要很快死的了，很快要死了。那时候我就交代他儿子，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在大门口烧那个元宝，你去拜大门口等下就很多走进来，他当作我和他开玩笑，他不听，他去听道教的，道教说要拜啊拜门口啊，他去拜，真的一去拜，拜了本来是在门口跑来跑去，现在搞到进家里来了，跑到进房间了，他就躺在，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啊，很重啊，就跑到房间来了，他躺住了，说就和他的儿子啊和他的妻子讲，为什么这样多人来看我的病，很多人看我啊，这样他的儿子问你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啊，他说印度人又来找我看我，马来人又来看我，华人又来看我，很多人看我，在我的床边满满，哇，他儿子吓死他，其实此时他父亲一个人罢了在那里，他讲很多人很多人，后来他的儿子赶快又来再来找我，我说师父啊不得了啊，我父亲啊讲很多啊那些啊已经进来了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快，我问他你有没有在拜门口去烧元宝，说有啊，我说好啊，你通知他叫他进来找你父亲，因为你在门口烧元宝就是通知那个孤魂野鬼说我家里的人将近要死了，你快快来，不进来咯，你不烧他他不进来，你一烧他来能引鬼进门呢。好了，只要满间屋子都是，不得了，请我去，我就去，然后讲哇师傅啊很多人来看我，现在我进去房间一个都没有，后来他这样讲的话我说已经不对路了，我就帮他开始念往生咒，念大悲咒帮他洒净，念往生咒，
我在念往生咒的时候啊，念大悲咒，他说那些啊，那些人，他讲人啊，其实是鬼，他讲了，哇，乱撞啊，又撞墙壁啊，撞衣橱啊，撞屋顶啊，说屋顶漏洞了啊，要找人修补啊，给他穿大洞了啊，这样。因为我们在持咒时啊，那孤魂野鬼佛力加持啊，那孤魂野走啊，到处乱走啊，跑到完一个都没有。他说走完了咯，走完了。说人要临终时候啊，就是个业，孤魂野鬼全部找上门，他不知自己不知道。后来我教他，你要赶紧努力念佛啊！啊，我讲给他听，你不要再看他们了。我讲给他，这个是叫孤魂野鬼。你要相信阿弥陀佛，我送他一张阿弥陀佛的像给他，你看他，贴在他床边给他放。你要一定要认住阿弥陀佛，假如阿弥陀佛来，你马上跟他去，知道吗？哦，这样。好了，一直就没有什么事情了，我就回了。一直等，过了不久。将近要过年了，刚刚好年三十晚，他要死了。本来就是这样，因缘是这样，他先送去医院先，在医院过了一段时间，住了三五天，医生说先不咳了，要死了，就拿回家，就赶紧，又将近要过年了，又没有医生，没有办法，就叫了回家了。这样我就去医院看他，他在喘气啊，将近要死了。我和他儿子快点办手续回家。回家，我们来去帮他助念。那时候就办手续回家，我送他回家，一路在坐住车，一路帮他念，念着回家。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躺在房子里面。后来帮他念，念了将近有一个小时，后来回光返照。他自己跑下床，能够下床了。后来我看到这样情形，还没死了，啊，还没死了，这样就不用紧了。我就说明天你们也要过年了哦，我看他应该挨得了了，不死不了了。这样我就回了，啊，我说假如有什么紧急，你马上来找我。啊，他说您。过年也来找你啊，找啊，我们出家人没有过年的啦，啊，小刘有什么事情你来找我。好了，过了年初一，现在没有事情，年初二就来了，哦，年初二要死了，他眼睛已经反白了，反上去了，不会动了了，也不会讲话，这眼睛已经半跳，黑色的看不到，只看到白的，整个眼睛看得直白白。就这样的原因，他的儿子他孙子很急来找我，我说我的阿公啊，不可以了啊，将近要死啊，师父啊，你快点来啊。那这是早上十点多，我刚刚在煮饭啊，那时候我很穷啊，一个人啊，一个人在住，他说我阿公要死啊，你快点来了。我马上赶到去看，进到房间，我出生没有看过人死啊，我以为他在睡觉，他又在喘气，他在睡觉，我以为他睡觉，我就问他太太，他睡觉，等他睡醒了，我才来帮他做了。啊，不是啊，整天都是这样了啊。后来我就看不对了，我就将眼睛大开来看，黑的不见了，只有白的，奇怪，一个这么眼睛那个黑色不见了，只是看到白色的，整个眼睛是白白的，反上去了啊。我说要死了啊，不得了，快点哦。当时我第一次没有经验了。我心想，要念无量寿经啊，还是念阿弥陀经？我心想，念无量寿这样长，我看念不来呀、啊，最快都要一个小时。哎，还是念阿弥陀经简单一点，15分钟念完了。好了，就这样，我就和他讲，现在我帮你念经啊，帮你念佛啊，只要你看到阿弥陀佛来，就马上走啊，知道吗？他头是这样，他不会讲话，他还清醒，他头会动，他会动了之后，我就开始帮他念阿弥陀经，念到落一字、落二字、落三字，他开眼睛了，他开眼睛看我，我给他吓一吓，
刚才我打开眼睛看，黑色的不见了，剩下白色的。现在那个落一只落在他眼睛看我，头就转向来看我一下。后来我正念经，我又不可以停啊，又不可以停啊，他又看一下我，然后我笑一下，这样笑一下，很高兴的样子。后来再看一下阿弥陀佛的像，我贴一张阿弥陀佛像在旁边给他看，他对着阿弥陀佛像就这样断气，就看出他这样断气，看他嘴巴舌口这样动四下，但是我当时在诵着阿弥陀经，不知道他是不是念佛，看着动四下，动四下就断气了，啊，就这样断气了。我就诵完经啊，那时候就自己在念，帮他念佛，叫他的儿子啊、孙子啊来帮忙念，他们就是看到死掉了咯，一个个跑掉了，剩下我一个在房间。他紧张去说，去做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去打电话买棺材，通知亲戚朋友啊，就办那些了，就我一个人在房间，找到我还不用紧啊，赶赶他们出去啊，外面的房门锁住，我一个在里面，哇，我一个人吓到要死。我这一个人叫阿弥陀佛要念，他房门锁住，我不能不出去啊。我就和老婆，哎，你不要吓我啊，你最好不要爬上来啊，你爬上来我就完蛋了。我和他讲，你不要吓我，你好好的念就好。一路这样念，一个人在那念念九个小时，没有人帮我一个人。打电话找其他信徒，其他信徒说，师父啊，我要过年哦，过年不能够帮你哦，没有人帮我，我一个人念，一个人锁在房子里面念九个小时，初初念到我心都要跌出来，差一点我也要死了，给他吓死啊，因为我没有看过死人啊，关在房子啊，一堆一，你知道吗？啊，当初我住念，我是一堆一这样念，念九个小时啊，没有吃饭了、啊，整天没有吃饭，念到晚上九点多才见树回向。他的儿子才拿两根香蕉给我吃。你讲，哦，做完了，小师傅你没有吃饭的哦。我说好啊，是哦，没有吃饭哦，你们吃饱了哦。你看。我一个人在做，我帮那个老菩萨念到他脸红红啊，嘴唇红红啊，还会笑，火化还射到百多粒舍利子。平常没有念佛，只念佛一个月，头尾遇到我一个月。然后他妻子讲给我听，第二天啊，就看到他衣柜台上面现出一朵啊黄色的莲花，将近有那个面盆这样大，看着那朵黄色的黄莲花升上天空，放了三天，脸色越念越红，红到会笑。八十多岁的老念佛一个月就往生，然后我第一次做，第一个就往生西方，这样我就很有信心了。我知道这个净土法门不假，加一个试验，试验到了差不多有五个，有五个是真正往生西方。后来我就下定决心专修净土，绝对没有假。有些才修一天就往生，就现类相就走了，有些是念刚刚念五分钟就往生，现类相。说证明这个净土法门，无论你是哪一个根性的人，都能够往生。这个是我一生在助念当中，当初才几个人在念，那时候我助念是亲身亲力亲为啊，没有人帮我，靠我自己在经典里面注解里面去摸索，也是佛菩萨加持。那个时候全马来西亚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助念，
从94年开始我就在助念，助念到现在几百个以上，往生的例子太多讲不完，大概估计啊有30多位有现很特别的境界。我们念到有龙来借雨，有小鸟来借雨，有天夜明空来借雨，有佛放光来借雨，有西方神在同时出现来借雨，这类似是真正的现场看到。我做这个临终助念做太多，说我说今天我相信这个净土法门是决定成就。不要讲古时候，以前看书是看净土圣贤是古代，现在是现代，公元2002年都有人往生，往生了几个，单单今年有已经往生了4、5个，最近一个在今年年30晚，今年呢才年30晚，七一个，七到怎样？他怎样？半夜一点，念到半夜1点多2点，就我们助念团在发生在吉隆坡，他华人的风俗就是这样，他的女儿是佛教徒，他是其他团体的佛教徒，来请我们，因为他大家师兄弟啊，同门啊，大家要过年啊，也没有人来帮他，后来找到没办法，找我们进东道场，我们进入到团去帮他做，去帮他念，没有其他团体人不来，他也不是我们的连友，也不是什么，我们进入道场，凡是与我们有缘，我们就帮他做，就帮他去念，那是我亲自去，去帮他看一下。好了，念到将近半夜1点多2点，就现立像。现什么立像？那个老菩萨好像是90多岁啊，大概是好像90多岁，就现立像。他死了将近有10个小时了，我们助念了将近10个小时，他还没有跑啊，真明他的中阴身还没有跑啊，就出现了。出现跑出来了，进房间收拾衣服，然后他和他的一个印尼工人和他说，我要走了，拜拜了，交代一点事情，因为他印尼工人服侍他了很多年啊，他要走了。后来看他收拾衣服他要走了，地下就现出一朵白色的莲花，就看这个90多岁老婆站上这个白色莲花，头顶上就观世音菩萨在那等住他，就这样一伸，站在那莲花慢慢伸，伸上了屋顶啊就不见了。那个印尼工人就出来讲，说他婆婆走了了，婆婆走了了。他说怎样走？给一个很美的女子带走了了，因为他不是佛教徒啊，是印尼工人啊。后来他们讲是哪一个，他就指我们有挂一个西方三圣，他就指那个观世音菩萨，哎，就是这个带走的，坐着白色的莲花。单单今年说我们帮他念了10几个小时，将近要结束第10个小时他就出现这样的内向。假如以我们佛教徒讲出来，可能是我们偏故事，一个没有信佛还是一个外国印尼的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东西，他哪里知道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不会啊，他亲眼看到这样的境界啊，单单今年往生听说也很好的内向，我们看到亲眼看到境界，由他们讲告诉这个是决定100%往生，观世音菩萨亲自来带他走。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因为他生前本来正念观世音菩萨，他喜欢念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就来带他一样往生西方。我们虽然帮念阿弥陀佛，到最后他往生。所以说我们进入道场没有省时间，人家过年我们不过年，
后来做完了，他们很感激我们。我们说，哇，你们进入道场不用过年了，所以你们也是人，我们是人啊，大家也是有家庭啊。但是我们能够发出这个心，为什么我们能发出心？因为我们知道，人在这个最紧张关头，假如没有人帮他，他就决定就不再轮回去哪里。说我们做这个真善言，就帮他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说一个人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就成佛。说证明这个念佛法门在这个末法时期，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年代都能够往生。说这个就是证据，就对我本身来说，我从做有已经超过五个真真正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今生决定往生西方，除了要往生西方之外我哪里都不要去了。我和我自己发一个愿，我在今生是最后一生，我来生我不要做人了，我来生要去希望再做佛菩萨了。所以说我为什么这样相信这净土法门，因为它是真实能够利益众生。我教了很多人，有些在最后关头才念佛，证明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一点都没有错，临命中乃至神念一念都能够往生。他念佛的功夫很短，时间很短，但是要往生也有很好的内向，说证明这念佛法门绝对没有错，你们放心修。这些有消业障吗？没有啊。有些都没有皈依三宝啊，他一样往生。说证明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愿力啊，来接引众生。说我们尤其是修净土法门之人啊，我们呢就要学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大愿，不要为了个人之利益而障碍了很多人，断了众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说我们进入道场没有分彼此，凡是和我们有缘我们就来帮他助他一辈子力，就算他不能够往生西方来说，起码也种一个善根，闻到佛菩萨名号起码都不堕落恶道，都会在善道。这个照地藏经里面说，人将进庙里面就闻到佛菩萨名号都不堕落地狱。说一句阿弥陀佛简单容易，自戒两当。假如今生我们的因缘成熟，自戒往生到西方就了脱生死。说你们现在大家放心念佛，先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往后那事情全部不要管，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安全跟阿弥陀佛学，当时随时随地都能够回来度你有缘的众生。说我就有很多本钱，你们不去帮人家助念，不帮人家往生西方，你就没有本钱。说妙觉菩萨说，我们一生人能够度到两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往生西方极乐决定有份。你度的越多人，帮着越多人往生西方，你的本钱就越大。所以说我不靠你们，我靠他们，凡是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一定很感激我。坦白讲，改次我要走他们一定要来接我啊！我和他们很多个讲，你去了西方不要忘记我，我不会忘记你的。他们亲自和我讲啊，他说我帮很多人助念，有些是我们助念团里面的莲友，他真的往生，他说他一定来办。靠我们世间人就靠不住，
比如说我刚刚要现在要往生要死了，叫你们来帮我这样，我不得空哦，你还有不得空哦。那些佛菩萨就不会不得空的，他会感恩，不像我们是这样忘恩负义啊，啊，帮了你啊，你不会来帮我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就不会这样。假如我改次我要往生啊，我敢讲那些一定拉阿弥陀佛，快点啊快点啊，法身要来了了，你不要给他受这么多苦啊。啊，我就送了很多个，在我的手上已经有三十多个往生，我本钱很充足，我不怕，我都不怕啊，我有这个念，所以说我有多余的时间来讲经说法，希望介绍你们深信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我能够在一天就讲一天，我什么都不欠你们，只有欠你们到西方，绝对不引你错。我不像其他的法师自己没有把握乱乱教人家修，修到不到半途不到就到哪里，到第一期的时候大家叫你见面的时候，你说师父为什么你跑来这里，为什么你又跟着我来这里，那时候你就冤枉。我们要指引人家一个正确的道路，这个念佛法门谁都能够修，它没有分上根中根下根，无论你是什么根基都能够修。因为这个法门我要提倡的，我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我不要提倡我做不到你们也做不到的，就是说只有讲修不到。比如说禅，我不能够修到禅定，我也没有办法教你们，所以说我们能够成就就能够教你们。所以说从四个法门之中，我只有选择净土法门。为什么？我这样多年之中在研究，有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到临命中遇到我介绍他西方极乐世界，他发愿都走得了。他们这些没有认识字啊，也没有大修行啊，也没有闻佛法，只是到临命中他有这个心愿往生，我们帮他念他就往生，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缘，因缘一合他就往生。何况我们弄明白了还不修等几时，所以我今生其他法门我放下。我不敢说，我不是说那个法门全部不好，是我不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做，所以我就选择最简单最容易。再看这个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啊共同赞叹之法门，共同扶持之法门，十方如来啊都赞叹。你假如今生你不念佛往生西方，你来世你和弥勒菩萨有缘，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世间在成佛，到最后你遇到他也是叫你念佛去西方。你假如今生不往生西方来说，你就要等，等到几时？等弥勒菩萨下来了。弥勒菩萨还有多长时间才下来？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灭尽了，就没有佛法，停留一段很长时间没有佛法，要等几久？现在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寿命4000岁，我们人间过了400年，斗率天才过1天1夜。以弥勒菩萨下生经来说，要经过我们这世界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才下来我们这人间成佛。成佛了后来再讲经说法，就开始有佛法。有佛法，假如你这样巧就在那个时候再出世，遇到弥勒菩萨，弥勒叫你念佛去西方，然后你去了西方，你说当初我欠你，你不要，你搞到56亿7000万你才来，
然后七师兄见到我说，我等你很久，你现在才来，那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哦。我们错过这个姻缘了，一转一世，正是开经经所讲，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还有没有这样机会再遇到佛法？有没有这样机会再遇到这个净土法门？所以说这个净土法门是我们多生多劫啊而累积下来的因缘，才有这样的难得的一次机会。机会你不把握好，一错过的机会你也要等很久。我老老实实和你讲啊，你们自己拿定主意啊，我今生决定要往生西方了，除了西方我哪里都不去了啊。假如我今天来这里来和你们看事，介绍给你们，你们现在还犹豫不决，你就等哦，等下一次我到西方我才倒回来找你，看你的因缘成熟才倒回来，那时回来不用投胎来啊，是圣念再来。所以阿弥陀佛的心念是广度无量众生，我们既然到西方也是要广度无量的众生。假如今生缘还有还没尽，我们就尽力而为，在今生来修福积德，协助越多人往生西方，就是我们就满佛的心愿。佛来这世间讲经说法，就是要劝人往生到西方。你们每个人都度无量寿经，度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都劝我们要往生西方。这样的例子劝了很多次，经发愿，已发愿，当发愿，一路叫你发愿，其他的经很少叫你发愿要往生西方。假如西方极乐世界不殊胜不庄严，坦白讲佛不会这样劝。我们再讲佛一生讲经弘法49年，讲这个净土法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在大藏经里面记载有附带讲，总共有200多部介绍西方，其他的法门只有讲过一次就没有再重复。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佛重复的重复正实讲净土有3经，其他附带讲有200多部。所以说万法归一，归到最后归到西方极乐世界。说好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太殊胜太庄严了，又容易往生。说无量寿经里面说一往而无人啊，容易往生而没有人要去。为什么不要去？因为他贪恋这世间。说你这个善根福的因缘不成熟，你今生不能去，你也不想去。假如我们今生修行，你不能够证到最起码的一心不乱，你今生要往生，你修行来说你就没有把握。假如你修行不能够证到一知十知，你也很危险。我坦白和你说，假如你今生念佛得不到这个清净心，你对你要往生也很危险。为什么我要鼓励提倡这个助念，临终助念，就是要帮助功夫不得力之人。他今生虽然很精进很用功在修，但是达不到这个要求，他到临命中就要益善之事助他一辈子力，
来成就他的道业。假如凭自己的力量能够证道，就恭喜你。说我出家这么多年，我看很多人在修行，到最后临命中拿不出功夫，就非常非常的可惜。说说我在发这个愿来协助他们，铸成他的因缘。说大家知道，我希望你们新加坡也能够成立这个临终作念。假如你们新加坡能够成立这临终作念，就有很多人有机会能够往生西方。我说，假如你的功夫能够修到一心不乱，你起码你的境界是在中品往生以上。假如你能够修到意不颠倒、身无病苦，你往生的境界在上品。这个要不要人助念不是问题，你自己就有把握能够走。假如你的功夫三年前已经知道要走了，这功夫决定。假如我们能够最差就是三天前都有一只十字，有些就一个星期前就一只十字。这些人啊，助不助念没有问题。假如我们病苦啊、业障现前啊，也不能够证到这个一只十字，一心不乱，你又没有遇到助念团来助你一辈子力，你而你又不会做，你就很危险。所以说我们既然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因啊要正，要种的正因。今天我来教大众，希望你们能够发出个心，拿出个真诚心，知道你今生种下帮众生成佛的因，改次你就有成佛之果。说说今夜三福里面说生性因果，就是生性这个因果，你种成佛之因，你就有成佛之果。我们去帮人临终助念，我们就是要种这个成佛的因。他往生不往生与我们没有关系，总之我们是种这个成佛的因。我们不断这样种这个成佛之因，改次我们就有决定有成佛之果。今生因不成熟，来世一定有一次成熟。我们今生假如跑不了，来世绝对又有人来助我们一辈子力。你今生不发心去助人家，别人也不助你一辈子力。我们佛教最注重讲因果，你想要人家助你一辈子力，你今生就要发心去助人家。所以我们会说，我们佛教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不种这个因你是得不这个果。说人家叫你发心助念你不要，改是你到你的时候人家也没有办法帮你助念，没有因哪里走果来。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哦，发生在台湾，是一个啊，今天我讲不是批评人家，真正的一个这样事情。这个老菩萨他是慈济功德会的会员，慈济功德会也有助念团，他们的会员有千多个会员，很放心。但是这个老菩萨每次同修叫他来助念，他没有出席过一次。打电话给他说好啊好啊好啊，到最后没有去，一次都没有去。叫人家要出兵的时候啊，戒严的时候、啊、他就出现，就占第一个位上香啊，就这样轮到他了。有一天就轮到他，
然后他怎样？他的儿子就去找慈济功德会的助念团来帮他母亲助念，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去，都是这样想：好死不死，死在几时？现在年三十晚，大家吃团圆饭，这段时间最紧急的时候，就打气给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的会员上，我们会员有千多个，少也不少我一个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到最后死掉了，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助念，就这样死了。那死过后了，就出殡了，放了五天，第五天出殡，就千多个人来送他殡，来送殡。然后送殡的时候，当时就问你有没有去帮他助念？没有啊，我想以为你去吗？每一个人都是心这样想，都以为说我们有千多个助念的会员，少不少我一个，还是有其他师兄弟去啊，就是这样，就讲出来啊。他的儿子奇怪，为什么你们佛教这样？我当初求你们，你们不来，今天出兵的时候你就来，反而出现千多个人全部出来送兵，场面很大，就问起。后来有些人认识他母亲，就讲：“你母亲啊，我每次打电话给他，叫他来助念，他都讲好好好，到最后没有出现过一次。去戒严啊，送兵的时候，他每次都去。他今生只和人戒什么严？戒这个送兵的因，种这个因，戒这个严。”到你死就很多人来帮你送殡，你不发心去帮人助念，你死的时候人家也不发心，好死不死，死在年三十晚要过年的时候，这样巧，说人要死就选到这个时间啊，所以说你不发心人家也不发心，说我就发这个二十四小时去助念，改次我在什么时间死都有人来帮我助念啊。我还有听说有些你们在家居士还定这样的规矩，定什么规矩啊？说我又要上班啊，我早上八点上班到六点，这段时间你不要找我助念，我不得空。好了，我放工时候七点到八点我得空，九点十点我要睡觉，你又不要找我来助念，他定这规矩哦。所以我是说，你要叫他死，你就要叫他八点之前死，超过十点死你就不用死。为什么？你假如十点死就没有人帮你助念。我说你发什么心，一天才有两个小时要帮你助念，有没有几个人死掉叫这样准的时间？他要死没有说要等你得空啊，放工回来啊，我才死啊。所以这迷痴颠倒的人家讲这些话，你发什么心？人要死没有显时间啊。你没有听古人说阎王要你三更死，不能留你五更啊，有哪几个死要配合你的时间准准的？假如配合不到你的时间就不用死了啊，不用助念了。我说你改次要死啊，死准一点时间啊，八点就好死啊，超过八点不要死，你知道吗？拖到明天。说有些人颠倒啊，因为人要死啊，分分钟都会死。说我们要发这个心，就不要去计较。我们进中道场，没有选地点，没有选时间，没有选会员不会员，也没有选你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总之有缘就做，也不收人一分钱去帮人家做，所以我们做的很多，做的习惯了啊。因为这是给我们修佛，给我们修布施，这个就是因缘。